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小时候的口感，小时候的面条是用日照的，不像现在面条是用机器做的，而且是机器去烘干的。那至于为什么我刚才要在煮的时候说水要够多，你水不够多是要用焖煮的，焖煮起来的面是糊糊的。那我在煮面的当下我也不盖锅子，因为盖了锅子一样等于是焖煮，焖煮起来的面是软软没 Q， 所以我才会用长时间用锅盖打开这样煮面。因为白豆干它比较原味，有那个黄豆的味道，那我在煮的当下会有那个黄豆的味道比较好吃。那至于我为什么不选择黑豆干呢，因为厂商他们有一些放一些不应该放的染料啊，不是真正的是酱油的，所以我就不会去用这种东西。那我们在煮豆干的时候，我们在自己加一点好的酱油下去，这样子也是一样会让我们的豆干更提味。因为煎萝卜的时候最好是只翻了一次两次就好，你翻了太多次油会被萝卜糕再吸回去，所以你等一下吃到的时候会油油的，没有那个萝卜糕的米香的味道。假如要做萝卜糕，你可以用米，也可以用再来米粉。那再来米跟再来米粉它的差别是，再来米它吃的时候对我们的胃比较不伤害，那假如用再来米粉，有些人讲贵一掐生，就是因为常常吃那个粉的关系啊。那至于用萝卜糕是用米做的，吃起来是比较软比较 Q， 不会那么硬，所以我们在翻炒的时候也不用翻太多次，而且对我们身体也比较好。豆芽菜会出水，那我刚才在做的当下我没有关火，保持那个锅子的温度，所以我豆芽菜放在下面喂油一下，那等到我所有食材放下去的时候，出水的时候我底部的那个饭是不是焦黑的，它是锅巴的现象。因为这道菜我不管你是在煮汤或是炒菜的话，你假如家里有很多的泡菜还没有用完，那你放越久它的泡菜是酸度是越酸，不管煮汤或是炒菜都是特别好吃，而且味道很棒。祈愿诸佛齐加倍，慈悲关爱度众生，生命弘法大道场，时时与您相伴随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打开生命电视，你就在道场里面，因为我们叫生命电视大道场。这个大道场在干嘛？慈悲所有的生命，放生、施食、超度、弘扬佛法，鼓励天神发菩提心，求三宝加持。所以愿各位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，进入生命大道场，关怀所有的生命。阿弥陀佛。